这场比赛，统一Seven Eleven狮队的主场特别请到了开球贵宾，担任投手的开球贵宾是辅仁中学的汪振元老师，打击的呢也是辅仁中学的苏成义老师。请问一下，苏成义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现场的球迷朋友，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开球仪式倒数3、2、1，请投出。谢谢。哦，无论如何呢，哇，这个开球有一点溜秀了哦，耶！谢谢这两位开球贵宾呢。